自四面八方，我们来自四面八方，还揣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还揣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迎接美好的明天，为了迎接美好的明天，我宣誓，我宣誓，抵制诱惑，不再沉沦，不再沉沦，让生命开始新的征程，让生命开始新的征程。因为你带着针什么的，我也大意了。一睁眼，一次母亲，然后打了110。在强奸里边，我出来以后，我上客户中心体验了7天，当时就是也想跑，但是觉得这是家里给的最后一条出路了。你好，进来干嘛？你要请假归队的。你的韩国同志。一队的。一队一队。沿海川是吧？对。啊，行，来。行，有问题。都是高度的，来。没有吗？没有了。咱们还是裸点啊，转一下，看一下后边，再转回来。嗯，好，检查完毕，你这没什么问题。穿吧。第一次接触毒品是在2011年的夏天，当时跟几个朋友一起去歌厅唱歌去，去了当时就拿出来，说这是冰，我当时我就觉得好像是冰毒，可是那天不知怎么回事，我心里没有很拒绝这东西，我就抽了两口。属于那种兴奋状态，不睡觉，然后也不吃饭，每天一点正事都不想干，每天找个2-3根在一起抽。过来，过来，我最乖了，我最乖了。哎呀，别舔了，别舔了。走。在我真正自己戒毒的时候，确实真的很难。我会把自己身上弄得青一块紫一块。2年的大强生活，让我变得很极端。不一定就是说想去融入在这个马上融入到这个社会的真正社会的环境当中，因为毕竟有些心理的承受能力确实还是有待欠缺的。毒品已成为世界性的灾难，全球吸毒人数已超过3亿，每年吸毒致死约20万人。一般来说，戒除生理毒瘾只需要7天，心理毒瘾却将伴随终生。复吸导致成瘾者生理和心理遭受重创，丧失基本的工作能力，重返社会成为他们最大的梦想。小轩、小海、大虎已经戒除了生理毒瘾，戒除心瘾则是终身的功课。能否抵御诱惑，避免复吸，对于他们来说还是一个未知数。与此同时，他们希望能找到一份自力更生的工作，重新回归到社会中。但是对于长期依赖接济又缺乏工作经验的成瘾者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戒毒所每周末可以请一天假回家。回来啦！不快了，今天。那什么呢？做饭等着你呢。鱼。那什么好吃的？炸鱼。吃不？吃。
小崽儿呢？小崽儿还没放学呢。你怎么也在家呢？休息。特意迎接你了。亲。干嘛呢吧？还能保持，多休息休息。一个是哎，行了，聊点别的。防止痴呆症。你可痴呆不了，你得等我痴呆了以后，你再痴呆呀。我都不要痴呆。啊？我第一次吸毒应该是技校毕业以后，就七年，也接触到一些社会上的人，他所有东西我都去崇拜。当时因为大哥就抽这个呀，从外边啊他自己买了一包嘛，就当时我们的心情喜悦已经无法控制了，第一次就是说这种兴奋加喜悦就完成了。我儿子那时候小的时候说真的特别厚道，特别懂礼貌，就一直都挺好。当的武警当了两年，这不回来以后分配，这分配到园林，他发现他借钱。后来我就跟着他嘛，他们说那都是黑窝，你也敢去？我说那我是为了找我儿子，我也敢去。不是人家那个什么，那针管都关上了，说那就50块钱的，你要是细了他，你就没多少，不过瘾，就直接打到静脉里的去。我着着雨，我就到那什么那听着，客气这个车回来了，我从那车上嚎下来，气的我都给他几下子，我就气的我连打带骂的。最什么的时候，我都说我真想弄点毒药给他也要死，我也死了。上礼拜画的，这个他大姨夸半天。这什么？他说你就是，我说这要是近处瞅着不行，远处看着还行。这没眼睛画半天。你先看这是什么？小人儿啊。我说你都想人吗？嗯，就想做一个父亲的角色。其实我现在挺担心儿子的成长问题的，就是如果他知道了，或者周围的人知道了，我以什么样的方式跟他去说，让他有一个能原谅我的一个借口，就得看以后怎么做。在你看完这个仿真毒品和这个器具以后，然后会不会有一些变化？这个东西是不是就跟那个测谎仪似的？哦，对，类似吧。没错，没错，就是说，可能你的嘴上会说没有什么反应，然后，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你的身体上是不是有一些反应。怎么记录呢？对。小海在戒毒所已经快三年了，在没有毒品的时候，他能较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一旦看见毒品，还是会控制不住自己。什么意思叫下降？就是朋友放松了呗，下降了。你知道我看哪个下降的吗？哪个？啊？哪个？他那个注射器。嗯，现在可能那个对你来讲还是一个比较强一点的一个诱发物吧。很难说，就是你戒了三年，你就已经成功了。也见到过这样的案例，这个人都已经保持9年了。然后突然之间因为一件什么事情，他可能还会有偷嘴这种现象，可能这些东西对人的心瘾来说会比这种身体上我们所谓的生理瘾或者说体瘾更大。目前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吸食新型毒品，新型毒品主要指冰毒、摇头丸、 K 粉等人工合成的致幻剂、兴奋剂。这些毒品比起海洛因这样的传统毒品迷惑性更大，五颜六色的药片易于溶水，和饮料混合在一起没有任何味道，但其危险性更大。首先请大家把手机调成静音，然后慢慢的
闭上你的眼睛。冥想是一种改变意识的形式，心灵不再因各种焦虑饱受压力。我们家老太太跟我说，家就挺好，你哪儿也别去了，你在这待着，家里边事儿什么都不用你管。十年，这是他最初的想法。那父母这方面想的也是对的，暂时的你状态你回来了，没过两天你就抽了，这一年多都白待了。他们认为就是最起码你得脱离毒品三年以上，就是才有资格去慢慢去真正的适应社会。小海有多次复吸的经历，妈妈担心他进入社会工作会复吸，但是小海希望承担起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你的每一个脚趾上面，这个就业说白了就是有事可做了。这个我们很多看护人可能心里都非常清楚，这个我们会出现动摇的时候，这个往往是无事可干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这个思想的波动。所以我希望然后争取在通过今天的见面会能够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个工作。一般单位很少聘用吸毒经历的人，戒毒所联系了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爱心企业，将戒毒情况好的康复人员推荐给他们。这次招聘，小海没有找到合适的岗位。担心人家知道以前我的一些经历，知道会被歧视或者直接就不用你了。从内心中特别自卑，就跟自己写的吸毒两个字似的。我也感觉到我自己有没有这个准备好去面对这些事情。戒毒者回归社会有许多障碍，大多数人都会存在自卑心理，认为自己低人一等。再加上自己没有任何生存技能，无法在社会中立足，一些企业也不愿意接受曾经有过成瘾经历的人。戒毒者回归社会，其实比戒掉毒瘾还要难。走得了，我太稀了，你慢点儿，那都粘上了。哎呀妈呀，赶紧吃吧，吃吧。嗯，哎，你那个正好，正好没小米了。工作是你怎么说呀？什么工作？你那招聘会啊？不是，你不是说外面工作吗？你不出去找工作呀？上哪儿我都不放心，就那儿待着就放心了。可是也不老待着，确实也不是回事儿啊。不上社会，家不知道到时候又怎么，这家还要不要了？说是有个挣大钱的地儿吗？有，敢让你去吗？面临社会肯定是早晚的事儿，不可能到那儿待一辈子。
天天那哪个月伸手老管家里这要钱，咱也不能老是说天天让他这样的，对吧？可是呢，我这后顾之忧还是有啊。您那后顾之忧我也是有，不是说我就什么都不顾你。有一回是我至今儿个我也没跟二说过，他说俺俩们还得离了婚呢。我说呀，就是为了这个不找暂时不找工作的就离婚。我说你说好了，我说那可嘛就撒嘴同意了。我也是自私吧，我也知道，比如说我要是站在儿媳妇这个立场上，说不好听，很可能我还没有儿媳妇这点经这什么，我早离了，我早不跟着人家离。可是这个点事儿知道，可是他毕竟是我儿子，我自私，我又怕他你出去找工作去，帮家伙又折进去了。可是人家作为人家儿媳妇来讲，也是正常的。人家都老爷们都挣钱去，都捂的。你说就这可不是一分钱不挣，家里妈也帮不了多少。可不作为他来讲，人家这想法也是正确。小海和爷爷奶奶的感情很好，这天他独自到山上上坟，希望跟他们说说心里话。哎，爷爷奶奶，我这吸毒也十多年了，反反复复的吸了戒，戒了吸的，爸妈心都让我伤透了，这回我是真的打算戒了。你也有重孙子了，一提起他，真的我都是说不出来的难受。我会尽量的去弥补我的过错，给他一个更好的理由，让他接受我。他这主要做什么呀？这儿是一个交通设施的厂子啊。主要是那个。尽管小海家人对他是否应该工作产生了强烈的分歧，他认为自己还是要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贴补家用啊，那个您看看啊，跟您这学习学习。这那红绿灯啊，标志牌啊，标志牌那杆儿，这个啊。咱主要是做什么呀？主要就是焊这个。我主要是那个，我来一个这个哈。对。打哪儿啊？焊接处。对，你就把这个汤放这儿。一直就这个不换东西啊？不用换，这自己出丝儿。你这不是那焊条的啊？不是焊条的，这个还冷，老冷着老冷了。你绕了吗？好好了。嗯、哦。焊着不漂亮，没那个。还行。嗯。还行。一周几天？一周七天。一周七天。对。一周七天，一个七天又一个七天，那就没休息呗啊。咱这多少钱一个？按天算是怎么的？对，按天算。一天多少？一天150。一天150，就是上一天给一天钱呗。对对对。哦。我们看看回去那个跟这个。找不到工作，不仅因为吸毒的经历，也有吃不了苦的原因。对啊，到时候。再过来再和您联系，好吧？好，那您就忙着。哎，好，好嘞，好，好，那我们就走了啊。哎，谢谢您啊。哎，没事没事。能适应吗？这个我，咱这还是手艺活。那怎么着？这一块儿看看。要不这个，我觉得不适合我。身体对毒品产生了依赖，叫身体毒瘾。停止使用毒品后，
人体出现了一系列令人痛苦的反应，轻者出现头疼、失眠、焦虑、烦躁等症状，重则出现肌肉痉挛、四肢抽搐，令人难以忍受。戒断反应是戒毒者戒断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戒毒所为康复人员们专门开设了健身房，体育锻炼可以强健身体，抵御毒品的诱惑。尽管小海的工作还没有着落，但他在戒毒所的表现非常好。近期对你进行一个志愿者培养对象的一个考核。那我能问问那个志愿者是跟我原来说的那个，就是在你在咱们这儿工作的方式那种志愿者？既然成为一个又所里看到了小海的进步，愿意给他提供一份所内的工作。嗯，这是肯定的。参加一些所内的一些活动，嗯、啊，比如说涉外的一些就是宣传。宣传。戒毒所会挑选戒毒比较成功的人担任志愿者，帮助新来的戒毒康复人员。小海戒毒态度积极，平时人缘不错，戒毒所认为他可以胜任这项工作。一个月后，小海通过了志愿者的考核，他开始参加戒毒所组织的戒毒宣传活动。小海希望将禁毒工作作为自己事业的一部分，在保持自己戒毒成果的同时，还能帮助到更多的人，他觉得很满足。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在第27个国际禁毒日即将来临之际，国际禁毒日活动二三，那是一个充满白色诱惑的魔鬼，把瘟疫带给世界。那些在白色中跳舞的灵魂，是否想到脚下已步入泥潭？那些在白色中消耗的身影，是否想到自由与生命正在远离？那些在白色中冒险的幽灵，是否看到不远处的奈何桥、鬼门关？那些在白色中被吞没的人性，殊不知天堂的下一站就是面对他们麻木的面容，我的心在颤抖；面对他们痛苦的目光，我的心在颤抖。